他要上诉，录个证据。对，因为他说不敢约，因为他怕胖虎反悔。为什么反？是他会反悔吧？我们先解释一下来龙去脉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排积分的时候，然后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很强很强的赫克林jungle，然后因为那一场我自己失误也不少，就是我前面想要单杀辛朵拉的时候都不小心被他给点到，然后死掉。可是那个辛朵拉不强，所以我又反杀回去，然后。就是一面倒到输掉的地方，结果那个赫克林就突然加我好友，然后拉我进聊聊，然后开始嘴我，就是疯狂的嘴。想太多了，你也是，你跟上路想太多了，一姐也是，你想那么多东西啊，想那么多东西，你打不上去的。我昨天遇到两场盗船就是智障的，完了我。玩刀船的人是不是都智障了？昨天连场刀船遇到，真的是运气不好，都输。如果我们想破退一个塔里克的话，那么我们会战绝对无敌。因为他不断的就是说烂啊什么东西的，就是被他整成这样，我就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再让希望这个人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挽回这个名誉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再让我就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次一定会。就是帮你打回这场，然后结果双牌，对，他就说好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然后就跟他双牌。好了，再相信你一次。真的蛮可爱的。对面辛朵拉那么烂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我刚刚75分要我赢两场好不好？没有办法，我也想赢啊，我很 carry 的，我身边人马的，每场都玩人马的。别想的那么简单啊，你别想太多好不好？想太多不行啊。不是我跟你讲，被嘴成这样，这一场如果没有赢，真的是我这辈子的。对，重点投篮打低分，不要想的太冲动哦。啊，打低分不用那么认真啊。好了，认真一点。对啊，这是跟比赛，干一定要帮我加油，然后帮我注意小地图哦。这样绝对不能输。还有你给，看我情况再抽。这样都应该一场游戏了。他真的，我听不到他追我什么。他闪着跟他硬杠，为什么人马队拿到十几杀？因为我保持我的心态，不要太冲动。你们呢？你们是太冲动。有了，他刚是真的很强。他16杀30、20几助攻，极限都是傻的，不会看情况。那我们其他人都是十几，看都不会看，十几十的那一种。啊，我这次的，我告诉你，我认真到我连吃兵都不失误了，干！输两次，你输给一个智障啊！哎呀，闭嘴啊！去你们的！输两个哟。这个是休息一个月了。不行，我一个兵都不能放过，然后一个眼都不能插歪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没有啊，我不想输了，我真的、啊。他说他不想输，他认真打。好，这边。我说吧，你打不赢他。哎！为什么没有我？我没魔丢啊，我没有魔了。小心啊！做好的认真呢，竟然连魔量都没得看。我要不要跟你换路？我换路，打底赢到你。喂。子涵能去人生龙头上天？对啊，在一个月的赌注很大，你跟我不得不换路啊！被强制换路了。啊，你老师哎，不要！下去！啊！真的是很谨慎，就真的是高端场哎！啊 ，God！ 跟大傻就是傻了。开火了！来谁？上路我们的了。
能输啊，这是一场不能输的。不要不要在这时候，拜托拜托拜托，谁帮我把他带走？死猫咪！不要不要不要，抱抱抱抱，对对，直接抱走，直接抱走，直接抱，拜托求你先走，不要你，这时候不行，拜托。看那个倒了，靠背啊！他还有大家觉得为什么要冲我嘞？会跳会跳啊！我的天，真的稻草人会跳。哎呀呀！今天放在哪里？今天怎么放？今天怎么放在第三格？不是，今天怎么会放在哪一格？就可以打架哎、欸，有一种打架比较好的感觉。啊，他要被抓了啦！呀，被抓到了！啊，不！拉到没有办法进人，把他们投掉了。快给我给你个下！讲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刚刚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吧，这个。刚刚他们那一波不知道在打什么、啊，我已经进什么？我们中路那一波对面全部残血，伊芙琳还在杀戮本，那我们会赢的那一波。不是我的问题呀、啊，我一个月不能打喽了。结果，就只能一个月不能。所以现在才有上数之战。但是，对，重点是，我觉得不太公平的地方是你如果仔细看这场比赛，虽然我失误不少，但是我不仅伤害最高，KD 应该也是最高吧，但是他刚刚好意思说，我开始不露兵了，啪，下一个就露兵了，那都是小小的、小小的失误。对啊，对，就像说你今天不减不吃饭，他觉得你不是什么？对啊，你不说要减肥，结果你去买东西。然后反正早上的时候就是阿美跟胖虎还有福谦在旁边看到这一刻，所以我现在要找他们三一起来见证见证，就是因为这场比赛的最后。竟然是虽然好像要确定是要输了，可是我是唯一一个按反对的，然后其他四个竟然按同意，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把我话听在耳里，他们就是不想让我打落，然后所以就是新赌约成立，对，就是我们决定就是他愿意给我一个上诉的机会，上诉的机会，对，就是因为刚刚那场的我打的其实不差吧。我没魔丢啊！我要不要跟你换路？我换路，我打第一刀。今天怎么掰第三格？但是，对，就是还是输了。所以他现在要给我一个机会，就是摸着良心发誓。那等一下他万一我下一场不能再上诉了，没有上诉了。OK OK， 这就是最高法院。万一我下一场最高法院的，就是高等法院又输掉的话，我就是请大家吃宵夜，然后一个月不打喽。对，就真的不能变喽。就是一个月不打喽，然后但是。赢了一场，我就可以减一半。对，好，就剩十五天。你可以找新培阿彪。我爱洗，我爱洗钞票，我爱洗屌。哇，尴尬，尴尬，尴尬了，在这个时间我不找钻石不行。我可以再重复一次赌约的内容。好，条件就是上诉，上诉打对积分，打积分，然后。如果提早结束或选角跳掉，这就不算这场、嗯。对，或者是进去的时候有人断线，然后还没有选投票的时候，提早投票结束那种也不算。然后假如是他们对自己队友挂机，故意挂机或者故意送头这种。但是假如对方假如故意挂机，那又不算喽。爽了，赚到了，爽了、啊。那假如他第一场就消失了，我们就会去吃宵夜了。对，如果我第一场就输了，我就请大家吃宵夜，这样。出发吃宵夜，我就要出外景。一支冰都不能漏哦！我真的待会给弟弟带压力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高压底下才能创造奇迹。有了，有中，中，中 ！Nice！ 啊，不会吧？哦，他危险游戏中了。Nice 哦！快！来，十五天准备。哎，等下还没，先不要挂，万一挂了输了，我就会真的很好笑。出外景，我们就拍我们今天吃什么宵夜。啊，可以啊，就是另外一部片。然后一个月不能打喽嘛，没关系啊，我去拍桌游。我觉得第一支影片讲他到时候第一场输了就会剪掉，就不用了。干，击败了。对对。